王者近期活动总览，活动一墨子的黄金天蝎座已经确定将在下周正式上线国服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和国际服一样品质为传说限定。不过咱就说以墨子现在的强度，小王你确定不加强一波？活动二，小乔和公孙离两款新史诗限时返场，公孙离的 Hello Kitty 星元套装需要180紫金币，而小乔的 Hello Kitty 星元可以通过参与活动免费兑换。活动三，夏侯逆光绝风者限时返场，之后将不再以直售方式进行返场。活动四，勇者皮肤三选一，随着小兵皮肤的上线，林中党也能大捞一笔。参与经纪人和大作战，通过完成每日任务和里程任务，出唱片赚取收益，来提升等级获得酷酷币，四级就能领到150个酷酷币。接着打开院长的商店，攒到550个酷酷币，就可以兑换赵明的白执事、芈月的红桃皇后以及后羿的完美运算。如果你以上皮肤都有的话，可以花费950个酷酷币兑换小乔缤纷独角兽的 Hello Kitty 星元套装。想要免费体验小乔皮肤的玩家，可以兑换限时15天的个性小兵皮肤，颜值这一点不输典藏小兵。最重要的是，限时小兵皮肤同样可以分享队友。现在开始做任务，完全不影响你五一上分使用。活动五，联动天幕限时抽取，这个鸟盒不反对大家去抽，毕竟本色两个天幕确实过于乏力，主要大家要抽的话，切记一定要先去点击右上角的特惠按钮，花费10点券最高能获取10个祈愿币，运气好的话1块钱就能抽到。